街和楼房，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。鱼香肉丝，香椿炒蛋，烤鸭，酸菜炒粉。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饿了饿了，就是粥啊咸菜什么都免费。哇，什么神仙的味道。他家煎饼可以啊，很薄。太好吃了，这是大肥鸭子，香椿炒蛋，老板多够意思。是哪个小伙伴告诉我的，让我点一盘鱼香肉丝，然后在那个大米饭里都这么和了，是不是？是这么个和吗？确实香。这玩意儿蘸点酱好吃。找了个好吃的鸭屁屁，这玩意儿才香。其实我要是吃饱了不饿了，我就来这个就行了。我这个人挺好满足的，就是一个葱我能咳一宿，整点酱。这玩意虽然说有一点点辣吧，但说实在话你细品比那苹果都甜，真的。就切记哈，上班的时候千万别吃，那招人膈应。小伙伴们都可有意思了，我每天我都觉得想笑，说我喝那葡萄酒是那个通化的汽水，有人说我那个脚43号了，还有人说我是假发套了，那一根都没有假的啊。不是我，不是好像我是不是美食的吗？极端昂
这玩意儿咋这么甜呢？